今天继续带儿子啊，这是第二次的复点，然后第一次点完之后啊，又长出来好多，你看见了吗？小花狗脸。哈哈，第一次点完特别干净，然后但是他那儿说还得长来是吧？就是包掉干净。嗯。因为好多人不下2000条给我发私信，说在哪儿在哪儿，怎么点怎么样，这那。我目前我不敢给您随便的推荐，您知道吧？因为我儿子还没点干净呢，是吧？吕大公主那个那块斑我看看，我这还有印儿，对，还有印儿啊。但是我这个就是说掉完了，不知道什么恢复完了。嗯，到时候让他看看这个斑还是怎么再处理，是吧？哎，今天继续带儿子去点痣和痦子，走。我们到地儿了，走。嗯，好。长着好多嘞。去。嗯。嗯。它又长出来，我觉得是。不是，之前点完之后也有也泛出来了。也有一些，但是您这我记得之前点的是这一部分。不不，全点了，是吧？就是全点了。我觉得聚集在这个部分的比较多一点，可以再点一下，但是比上面少好多。嗯，是。对对，少了好多。少了，对，少了一半儿。脱吧，脱鞋。这下我上次来还没这么高呢，这回得长个了呢。上次有点忐忑呢，哎。上次还对颜值怎么说，不能毁容吧？这那的是吧？今天他都不怕了，现在都不怕了。张罗来，嗯，是。早就他想着来了。不过他上次点完，他说就是对那个心里就是感觉的确是干净。他自己也感觉对，增加自信心了。同学都说，都说哎你，是吗？大可你脸上怎么那么干净？真的，冷吧？我要衣服穿上。那有那个，给你盖上。嗯。这脸上又泛出好多，也有上次他自己阴出来，也有泛出来，看见没？您说不点行吗？不是，真不少。上次是下边的，有这就是，这个就是对，我记得都是小的。不，上次大的一直有。你能看见这视频，对，你看到这种就是根基比较深，可能就没有掉，就没掉，它就我感觉它点完之后一个月就泛出来了，是吧？那就是底层的色素反出来了，嗯，就反出来了，嗯，这个也是都是反出来了。点完之后这个色素痂是自然脱落的吗？还是碰掉的？哎，它这可自然，它这可自然，自然掉的是吧？嗯，这样是最好的，如果碰掉的话它乖，不是碰掉的，他自己都说。然后平时还是少吃黑色素的东西，黑米、黑豆、木耳、巧克力之类的，哦，少吃一点酱油，正常吃。行，嗯。好嘞，他都吓得谁碰那样的。嗯，他的那时候在意着呢，是吧？嗯，没关系的，他挺在意的。他自己都有自信心，你给他闹翻了又行。我儿子也倒霉，你说的，我们都没有像他这样的斑，他长一脸斑，你说的，这么倒霉吗？他长得帅，张开手点的那啥，雀斑自由。咋的？没有。没有斑，他那是斑，有痦子很正常。他那是雀斑，对，他有痦子没有，你看我脸是不是有雀斑？没有，刚才你脸上没有，你没有是吧？之前长过痘，哦，毛孔特别粗，嗯，是吧？是。这孩子脸，他一直被这么干，其实那我估计我妈有痦子特别多，痦子也没有。对，我就随我妈嘛，全是痦子。你脸上以前痦子也特别多呀？有痦子没有斑，斑跟痦子是两个概念。哎，我都忘记你以前那里好多那脸上那痦子了，我现在想起来了。没有了。那个老太太给你点的是吧？大妈给你点的。嗯。挺干净的，还是吧？你那痦子掉挺干净的。还可以。还有点印儿，还一点点。到一会儿再看看你脸上那斑。你别挡光，闺女别跟那挡着光，嗯，对。闺女也想看，嗯，好奇。他这个就是牙签儿把药水点在上面就行，不疼。他说点完之后也那个火燎燎的，稍微有点辣，有点辣。如果点的面积大的话，嗯，会有一点辣。哦，点的少的没有什么感觉。哦，能承受。对对对，是吗？
儿子可在理了，连话都不说。什么？我说你儿子第一次点了，小花姐，你再看一下，你检查吗？你比我细心。有镜子。对，让你儿子自己检查。自己事儿还想要看。这儿还有一个。这是吗？是。不是。嗯。不是吗？这不是，这不是。不是，上面那是个痘。痘。脑门上没有。啊。就两边脸多。又回。又毁容了，又恢复到原貌了，是吗？点完又干净了，啊，这鼻子那儿应该也是，就这个，哎，这是吗？这个是吧？还有这儿，看见了吗？你看，我说他比我细心。我经常看他鼻子上有，这小胡子倒这比之前来时聪明了。小胡子刮了，嗯，胡子可不能刮。这一块吗？嗯。好像都是那玩意儿，对，小雀斑。嗯，我以为是小粉刺呢，感觉不是小粉刺。不是，就是小雀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儿子，又那样，又那样了，又毁容了，别害怕。他也不怕。上次你已经有经验了，是吧？点完之后更精神，更有自信，是吧？阿姨说包你好了。这个是。对呀，这个店员负责人说，我媳妇儿这脸还算比较白净的，比较干净，但是也有这种就是斑了，是吧？有点小瑕疵，然后小瑕疵，我这儿有点那个，我觉得好多人脸上都有，就那汗管瘤似的那个。对，这个就是汗管瘤，就在眼周围出现好多小肉。你说瘤瘤不算瘤，就鼓出一点是吧？对，凸起的，嗯，摸起，摸到，这也能点，可以。最开始媳妇儿长过那个小肉揪揪那个，嗯，就全给消去了。他们也可以，他们也可以点，但是我那个当时非得让去医院，脖子上就留疤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这都是疤。哦，这些都是。对，都是去医院点的疤。他非得不用激光点的吗？对，非不让我那什么点。液氮。灼烧皮肤。灼烧皮肤了。非让我上医院，后来他后悔了。这个是无美颜啊，无滤镜啊，就是他本人啊。好多人说那个，让素颜怎么怎么样，这就是素颜啊。看这脸上，有几个小斑斑，很正常。对，整体还不错的。我媳妇儿这是原装的，关键是，我也没打过针，也没电过，是吧？也没冲过东西。原装皮肤，别说我肩鼻一星期不洗脸，你洗了可以洗脸，不洗，别搓它就没事。关键我一洗我就是忍不住想搓，这一周别让我出门啊。嗯，那意思在床上那个我伺候吃喝拉撒是吗？一天五顿饭，你当我摊子，你当我坐月子吗？嗯，弄干净了，省得你跑了。我跑哪儿去？必须得注重形象。对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，是吧？让自己更完美一点。记住了啊，还是别找水，别拿手搓，别吃黑色东西啊。要按他们说就可以，就是洗脸也行。你就注点意吧，还是甭洗。对，你要一洗你就要使劲。对对对，这家伙！精神小伙变成花果脸了，来穿上衣服吧，都点完了。这家伙，我闺女我俩是一个痦子都不用点，你说你们俩？你看你们俩，想说明什么呀？我俩聊人，你俩不聊人呗？走走走，拜拜，回头见啊！看看，连那小斑，连那个小痦子，汗管瘤，啊，都点完了。看我儿子。然后儿子，我跟你们再郑重声明说一下啊，因为，我上次点的时候，就给我发私信的啊，得有一两千条啊，有自己来这儿的啊，好多人给我打听什么的，后来我就。不再说是哪儿了啊，因为我也没给人做广告，我当时在底下说了吧，
郑重说那个说明的我说了，您点了好了赖了的，但是我无法承担责任，您懂这道理吧？我媳妇点的反正是目前呢痦子基本上都没了，大家知道以前去年的时候啊，她点的时候脸上应该有三四十个痦子，今年是没了是吧？然后所以才带儿子来点的啊，然后儿子是这是第二次点了复点，复点呢我媳妇也是复点了，就发现了什么汗管瘤是吧，到时候看看，如果这样好了我可以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来怎么怎么样是吧，但是这期间呢我不敢保证是吧。其实我是觉得我做的还行，所以我没啥不好的地儿，我才带儿子来。是，但是咱也不能说包您怎么怎么样是吧，跟你自己对，那是根据您个人了是吧，就是目前我媳妇还有孩子点的还是不错的，人家还包掉，慢慢再长出来再来呗，对，是吧？就给做大家做一下提醒，跟你们当地比较一下，啊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好了，拜拜。